又来星光夜市了，昨天晚上也拿了，天天来，真的实在是太美了，吃的也太多了。今天晚上我要去拍个照，这边199是两套衣服，然后还有那个帮你化妆、头饰啊什么的，所以我也来测美一下噻。你们这边199就是简装的，两套衣服，30张照片，10张精选。简装啊。这个女孩90斤，拍出来要胖20斤。天哪，我这个120，拍出来都145。天，化妆，好长的辫辫。现在是画好头饰，这里。好了吧？我看一下你们这个299的妆，他们脸上是有带钻的，是299。我这个是199的。这个挺好看的，就是贴的这个钻啊。199，你要不要下面那个？他跟我说贴钻的话，要那个299，要多100块钱呢。他们三个人一排，他们两个都穿了白色的。他们这个超服要收10块钱，我们没有拍。都是在这边，好多小姐姐。感觉他们在这里皮肤都真的好白好白的。这是我的摄影师。对，看美女随便看。这边有一个天鹅小姐姐，一个百足黑切天鹅，白天鹅。白天鹅，这是很美的小姐姐，太美了。小姐好看啊，兄弟们啊，点点赞来。穿套白色的，这是我第二套衣服。生意这么好吗？挺好的。啊，今天点饭。刚点饭。2个小时拍完了，好累，太累了。今天折腾到12点钟，拍了两套衣服。其实它只是精修的话是10张照片，其实10张照片我感觉拍的也不怎么多，反正也没看出来修的什么。因为他一直告诉我，如果是120斤拍出来会胖20斤，就是140斤。哇，真的没有一个好看的，而且还要超精修的话要加30块钱，10张起。而且地方的话，很多地方它是也是要加钱才会选地方的，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坑的。他就是给你10张照片还不咋地，然后就换了两套衣服，199。就很多人在这里都是要去拍那个照片嘛，所以就体验一下了，还没有我手机拍的好。